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铁人音乐频道乐器测评，我是陈磊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把大叉子是由定出品的 Testament 的吉他手 Eric Peterson 的签名款，型号是 Old School V， 产地韩国。与它搭配的音箱，我们依然选用的是 Randall RD20 的高增音箱头以及 Randall CR 箱体 Shure SM58 话筒。是的 ，Testament 作为美国历史上一支非常重要的重金属乐队，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，都保持着非常强硬的金属态度，也是我最喜欢的金属乐队之一。那么作为元老级乐手的 Eric Peterson 同样也是很多人模仿的对象，他的这一把签名款从外形上就特别的独特， V 型的琴体，超大的琴头，那么这个琴头呢是定吉他的一个标志，非常的大，而且整把琴呢都很长。琴体呢选用的是桃花心木，在琴体表面呢有 Eric 本人非常喜欢的老式骷髅的一个图案，固定琴桥EMG81 以及85的拾音器配置，非常金属，功率也比较大。三档的切换在这个位置，两个音量旋钮以及一个音色旋钮。那么琴体背面呢，用到的是穿体的结构，桃花心木的，同样是桃花心木的琴颈，电池仓、电路仓以及导旋孔，非常直接，也非常明了的金属琴的配置。纸板的方面，这把琴选用的是玫瑰木的材质，超大号品丝。22品的配置，方形的品迹， V 型的手感，坦白说这把琴的手感对于手比较小的乐手来说是非常难以驾驭的，因为它很厚而且纸板很宽。而我们选用这种琴呢，基本上在演出的时候会把它背得非常低，所以你在演奏 solo 的时候呢是很困难的，它基本上属于更适合弹奏 riff 的那种金属琴。最后我们看到琴头的部分，定的小翅膀的 logo 以及 old school 的图腾，Groover 的弦索，琴头后方呢有 Eric Peterson 的签名以及序列号。从外观上来讲呢，这把琴应该属于那种非常非常金属的金属琴。那么它的音色到底够不够金属呢？让我们来听一下。是的，由于这把琴整体都采用的是桃花心木的材质，再加上 EMG 拾音器的配置，它的原声表现呢比较的生硬，而我们基本上用到这把琴的呢还是它的失真部分。Eric Peterson 签名款定，拥有标志性的外观以及传统的金属音色，相信喜欢老式金属的朋友一定会爱上它。好了，感谢收看这一期铁人音乐频道的乐器测评，我们下期见。Bye.
个话题又有了。